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载咯。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10:10，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 最正点哦。这首歌曲很疗愈人心哎啊，这个歌手叫做洪安妮哈，是一位独立歌手。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叫做《世界这么有趣，哪能一直伤心》。哎呦，好有诗意哦！这是 Vicky 严选给我们的歌曲。好，那我们这一个小时呢，等一下第二三段我们会访问园艺治疗师哈沈瑞玲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他有一本新书叫做《嘉玲的自然疗愈力》哈。嘉玲那个龄是年龄的龄啊，我们一般都说你高龄哈，或是这个年龄越长，但是他那个用嘉玲，其实我们一直也希望说我们的数字就变成嘉玲，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一次就回归到嘉玲哈，我们要数字慢慢的减低，那当然死亡的死亡率也要想办法让它降低了哈。好，那等一下回来我们会跟大家聊聊园艺治疗，因为在现在防疫期间哦，大家心情总是比较焦躁哈，也比较不安。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方法，除了刚刚上一段跟大家提醒的居家运动可以做之外呢，还有一些方法哦，例如说听音乐哦，或者是做一些园艺。好，那事实上园艺治疗已经用在蛮多的这种不论是失智症啦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精神官能症好身心症的朋友哦，或者你有忧郁啊好这种心情比较起伏不定的哦，其实都有蛮多的这个案例，还有研究告诉我们说园艺疗法是很能够帮助我们的。那只要你看到那种花花草草啊，或者是你手做，你就可以帮助自己的身心比较安定。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园艺治疗呢。好，那怎么样去开启我们的五官七感来体验植物带给我们的疗愈能力。那其实它跟生活也是可以息息相关，例如说它有什么绿栽培啦绿饮食啦或者绿艺术啦绿用品，其实跟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本嘉玲的自然疗愈力。好，那疫情都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在苗栗在苗栗的移工的这个目前数据的状况。好，那还包括了现在莫德纳疫苗今天会开始施打。好，莫德纳疫苗今天开始施打，那每个县市所获得的这个疫苗数字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会开始做施打，那大部分都还是以这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开始来施打起。好，希望把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的风险等级比较高哦，都能够施打完毕。不过刚刚有提到那个，其实有蛮多的那个行业比哦，它其实真的是蛮高风险的。我觉得像物流业也是蛮高风险的耶，还有那个快递物流啦，媒体业啊。因为那天有记者问那个陈时中部长说，请问一下媒体业，我们每天在外面拍照要参加记者会，然后这个采访现场啊哈，这个有事件的现场就是一个高危险的场域嘛。那记者因为现在大部分记者去采访在户外采访都是全副武装，那他们是不是也是暴露在高危险的环境之下哈。那天陈时中部长我记得他好像回答说，目前还没有列入那个类别，但是下一阶段他们滚动式做修正的时候会来思考这个部分。好，那现在是因为刚刚提到那个电视台的摄影，他是棚内摄影记者，他没有
他没有在那个外头做采访，他是棚内摄影记者，棚内摄影记者就是轮班嘛。好，那通常一节新闻可能有三位棚内摄影，三位棚内摄影，那这个基本上他们是有距离，社交距离上面的一个距离上面的安全距离啦。齁，只是说如果他们在这个摄影棚内齁，或者是在办公室里头，难免会有这个言语上面的交谈嘛，齁，或者是你在交接设备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状况等等之类，不知道齁。所以现在台北市政府要进行这一家电视台的快筛。好，那因为现在已经完全就是病毒就在你身边的感觉，好，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提高的警觉。好，接下来是端午连假，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已经没有那个端午连假的气氛了。好，我们还是好好的 stay home 会比较安全一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哦。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好，10:19，欢迎回到 Pop 最正点，我是林舒伟。我们这一小时呢，要来连线给园艺治疗师沈瑞玲老师。老师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早。是，好，这个老师的这本书是您第9本书了。啊，对。哇，太厉害了。那这本书叫做嘉玲的自然疗愈力。好，那嘉玲那个玲是年龄的龄。嗯，老师为什么用嘉玲这两个字呢？对，因为我们其实随着年龄增加，每年我们都会增加一岁嘛。那我想说，当我们年纪慢慢增长啊，我们不喜欢人家说我们年纪大啊。那所以我觉得，与其讲高龄啊，或者是我们常听到的熟龄啊，我倒是觉得嘉玲呢是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然后用比较正向的心情去期待每加增加一岁，生活是可以更加有趣而且更自在的这样。嗯，所以我就决定这本书我们叫嘉玲。嗯，然后自然疗愈力。对，在因为遇见自然疗愈力的时间更多了，更自由了，所以家里每年都是非常快乐的这样。嗯，好，那老师您自己我看你的背景，你本来学的是景观园艺，是花艺，景观园艺花艺，对。哦，那后来转到这个园艺治疗的这个契机跟初心是什么？对，其实我说我转行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蛮惊讶，这个怎么是转行？园艺治疗不就是懂园艺的人啊，然后懂花艺又会景观，那就是直接就是同样的行业吗？而且看我在上课准备的一些素材，看起来也是园艺或者是花艺课程这样。嗯嗯。那其实我们说转行是因为园艺治疗它其实是一个跨领域的学门，也就是说透过园艺的这样的一个媒介，达到有对象对参与者有治疗的这个目标在。比如说我们如果一般的作品，我们可能就完成它，然后技术本位这样。嗯，那但是我们在做园艺治疗的教案的时候，我们是先需要知道他的这个这次的参与者，他的这个参与这个园艺活动，他的目标是什么？嗯，然后希望达到的身心灵的健康促进是什么？比如说，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机能性的，他可能是社交关系阻碍。嗯，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活动当中呢，透过活动的方式，透过分组的方式，还有一个协同合作的设计，嗯，让这个活动当中一定要有人帮你。比如说我们一堂课那个就日式的那个胎球，就是外面包一个像青苔，很像御饭团的样子，然后植物没有在花器里面，就把它脱开，脱盆之后呢，直接包了青苔，然后绑上那个线绳这样。那其实我们手没那么大，我们其实需要借由别人的手帮我们做包覆，然后我们再去绑。那我们就会故意设计那个尺寸，如果你是迷你的那种2.5寸盆的那种多肉植物，小小的，那我自己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不需要别人的协助。但是我们就故意设计大概3寸盆左右，就是一般我们在市面上常常会有什么3盆100块那种，就是3寸盆，大概一个小碗的大小。嗯 嗯, 嗯。那这个大小你要包覆的时候，其实单只手去抓是有困难的。嗯，那这样就很巧妙的会让你觉得你需要与别人合作。嗯，那在你与别人合作当中，你会发现你被需要的感觉跟你需要别人的感觉，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成为他的伙伴。嗯，那这种自然而然的
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人的存在，不是一个那么孤单的感觉，而且生命是需要有伴的，这种就可以透过这样活动的设计的方式去做。嗯，所以走到园艺治疗之后，我就常常到医院啊，到监狱啊，到身心障碍的机构里面去，或是到大学啊、幼稚园啊，到不同的场域去，针对这个不同的需要目标去做。所以所谓的转行，就是我是有园艺景观花艺这样的专业没有错，可是当我今天要坐在不同的对象，比如说失智症的长辈，嗯，那我需要你就要设计对失智症的基本的认识，嗯，但是基本认识不等于我们能够完全了解，所以我就需要跟这个失智症的照顾者或是失智症的机构的这个同仁，我们一起去讨论这个教案，讨论我们在失智症的时候啊，那长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他会游走啊，然后会有哪些风险啊，还有哪一些他们基本上会有一些可及跟不可及的状态。嗯，然后我们彼此沟通之后，我才会回来做我的教案设计。嗯，了解。所以那个教案设计会因应着不同的属性的朋友，然后有一些调整，但是它都是在这个园艺治疗的范围之内。那如果说现在疫情期间大家心里很苦闷，是那园艺治疗可以帮助我们吗？当然可以。对，以前我们都会我都会跟大家说可能想园艺治疗是什么，其实我给他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其实它就是让我们启动我们自己的五官六感，然后找回我们连接大自然的那个本能。嗯，那为什么我会定义它叫本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与生俱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只是我们都可能因为城市发展，我们都到城市里面来，越来越偏离了自然环境，所以有些本能呢，它是潜藏在内在，所以透过我们园艺活动的设计，会协助大家找出自己的本能，之后就可以自己去疗愈。嗯，那在过去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鼓励大家说，哎，如果你可以走出户外，你就要走出去，如果你可以从城市离开到乡村到自然的环境，就鼓励你一直往更自然的地方去，会达到更宽阔跟那种身心灵疗愈的效果。嗯，但现在因为疫情嘛，嗯，我们不鼓励大家出门，所以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其实在家里可以玩的事物也还蛮多的。嗯，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好，厨房的零元经济开始。嗯，比如说我们会煮空心菜啊，最近大概买得到带空心菜啦。嗯，地瓜叶啦。嗯，还有凤梨，大概也是这个季节的食材。嗯，那我们都会把凤梨头给切掉嘛，就丢了。嗯，刺的这个凤梨头切掉，那不用再花钱去买苗木，就是把那个凤梨头切掉的地方，把那个黄色果肉的地方都把它削掉，然后第一层最靠近凤梨的果肉的那地方，第一层的那个一片一片像叶子的地方剥掉两层。嗯，然后就用浅浅的水，在你剥掉一环的时候，你发现它身上是有一环一环的样子，当你剥开之后，嗯，就把那两层两环的地方碰在那个玻璃杯或什么加水，它就慢慢发根。哦，我们就有一个厨房的零元经济的自然这个疗愈的植栽就出来了。哦，那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啊？哎，它那个叶子本身就是不会再长大，所以你可以照你喜欢的大小，比如说哇，我这次买的叶子那个头很大，我把它剥小一点，然后来搭配在面的玻璃杯，其实也不用去买花器，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家里也没有，过去没种盆栽，嗯，然后也没有盆器啊，没有土，也不要烦恼，其实水耕就可以了，所以找个玻璃杯。嗯，因为这个以后你如果疫情之后你想种到土里面，就把玻璃杯洗干净还是可以再用。嗯，对，所以我们它不会上面的这个叶子部分不会再长大，但是下面呢就会发根出来。哦，然后你可以透过那玻璃瓶看那个根系在成长，其实蛮疗愈，其实蛮疗愈的，真的蛮疗愈。而且我看到那个书中老师还有告诉我们说，火龙果的种子也可以做栽培哦。对对对，火龙果的种子的话，你就是可以把那个果肉洗掉，如果你刚好有买到，就是那个果肉怎么洗呢，你可能现在也没办法去买糖果袜。好，我们上课会建议说，哎，如果你要买袜子，那我们可以用女生的丝袜呢，已经可能有破洞，你就剪中间那一段，不是脚底板的那个没有破洞地方，那你就把它绑起来，然后果肉丢进去，其实不用多，大概你只要像我们平常我们都会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吃嘛，那你大概是你需要大概是五分之一就已经可以种好几个盆栽，然后丢在丝袜里面，然后另外一头绑起来，然后就开始揉捏它，去捏碎它，然后捏捏捏捏之后，你会发现，哎，它从
颗粒一块一块变成软软的稠稠的，然后就到水里面轻轻的搓揉，一直洗一直洗，这个清洗的过程从揉捏的破坏其实也是情绪的出口。嗯，对，因为现在其实有些那种因为疫情，其实我们内在有一些存在一些压力，而且特别是家里老人或小孩，嗯，他有时候不一定能够说出来那个焦虑感。那透过这个揉捏的过程，我们一直是过去我在做原因治疗当中，我觉得是非常疗愈的。嗯，好，那再回到说，你如果把它洗洗洗洗到最后，说你一直搓，你要洗到最后一颗一颗的种子，就是很像芝麻籽这样，芝麻这样一颗一颗，然后果肉那种白白的纤维啊都没有了。嗯，然后你搓到很小，你发现我看起来好像只剩下一颗一颗种子，那你就可以把丝袜打开，嗯，然后倒到脸盆里面去。嗯，下一个这个工作就是跟我们平常洗米的功力很像。嗯，开始边洗，把那个白色的纤维啊把它洗掉，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冲洗的方式，最后就留下种子，就是黑黑的，只有很干净。哦，那个种子很小哎，欸，非常小，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个历程当中，可以因为现在我们都在家里，现在我们家小朋友也是在家线上上课。嗯，所以家里面有小孩跟有大人有小孩有可能阿公阿嬷也大家同住在一起，那我们就全家一起玩。前面在揉捏的时候，小孩子很喜欢，嗯，哇，因为一直人家台语说球球球球球，而且小孩子觉得这个感觉好有趣，嗯。可是等到要洗那个种子纤维的时候，这个就要妈妈出手了，嗯，因为妈妈平常家事能力很好，她就负责洗那一段，嗯，洗好之后再来就剩下种子跟一点水的时候，那这个就不能水根，刚刚凤梨可以水根，对对，这个就需要有土壤，这要有土壤。对，哎，那土壤的选择有什么建议吗？土壤我比较建议就是，我们买的话，一般市售的话会叫我们通常都会买到一般的土，很多名称。我建议买的是泥炭土，泥巴的泥，嗯，木炭的炭，嗯，好，泥炭土。为什么会推荐泥炭土？就是我不知道主持人或是听众有没有种过盆栽的经验，就是虫虫危机，嗯哼，什么苗还没长成，好像白白的那种，好像。霉菌啊或者是虫虫都跑出来，嗯，但是因为我买的是培养土。哦，培养土比较容易有虫虫。对，因为培养土它很多成分不一样，哦，比如说培养土有些它，哦，你看它背后的成分，它会写说它是太空包的再利用，就是香菇下面那个太空包，嗯嗯，好，然后打碎跟它混在一起，嗯，那因为你的材质很复杂，所以里面可能有之前的菌丝啊，嗯，有一些其他，甚至有些还用的有那个禽兽的粪便，就是鸡粪啊或什么进去，对我们在种室内盆栽或是喜欢种香草植物的人，嗯，其实不需要用到那些肥料的部分。嗯，那泥炭土的话，它有个好处，因为它是进口进来的土，那因为进口规定一定要经过杀菌，嗯，所以这个土壤进来台湾的时候，它已经这个细菌的部分已经处理过了。所以这个土壤很干净。嗯，再一个，这个土壤的在国外是从哪里来？其实它从大自然里面，树木啊树枝掉下来腐败之后，这种最纯粹的一个物质，所以你在种的时候还会摸到那个纤维，嗯，就很有疗愈的感觉，对，还有那种土香。是，老师你等我们一下，我们先工商服务一下，马上再回来哦。okay. 谢谢。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10:33，我们今天连线给园艺治疗师沈瑞玲老师哦，他出版了这一本哦，其实蛮厚的哎，好，这本《嘉玲的自然疗愈力》哦，这本书老师你写了多久啊？一年多的时间。哦，那跟你之前面的几本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前面的几本书其实我是从这个趣味盆栽啊、香草植物啊，然后到后来的绿色疗愈力，绿色疗愈力的时候就跟原因治疗是相关的。嗯嗯。那这本书的话，我是觉得在我这十多年转行在原因治疗上面，发现其实现在的家庭里面的幸福者，除了女性感到幸福，家里才会幸福以外，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长辈需要在他退休之后，因为人生换位了。所以他如何能够维持他的幸福感，我们的家庭才会，这个整个家庭跟社会其实才会正向发展。嗯，然后我一直觉得哎，其实这个应该可以针对，从居家也可以，或是用到机构啦，或者是在养生村里面，我实际在国内外这样的经验，然后我想要把它分享出来。嗯，然后希望说能够让大家去关心，而且可能大家也跟我们数位主持人一样很年轻哈，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但是我们有父母，嗯，我们可能有亲朋好友，其实他们正在进行式，
所以我们可以在别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呢，开始去思考，开始去做我们未来生活的准备，然后也是一种陪伴这样。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当中哦，这个中后段老师有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园艺它是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就像老师你刚刚提到了，我们吃的水果啊或是蔬菜，其实在家里都可以有一些这个栽种，那当然你还呵护它，你要照顾它，它其实都是一种身心灵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培养啦齁。那老师你有提到说，其实这个五官七感齁，生活体验，你有讲到绿栽培啊，绿饮食，绿艺术，绿用品，它其实就是实践在生活当中，可以把这个自然疗愈力实践的，然后它不是遥不可及的齁。是，对，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现在在疫情期间啊，如果说你没有土啊，其实种子也很好玩，还可以做种子化，就是绿艺术。其实我们在推动园艺疗愈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栽培，因为他可能觉得他怕虫虫危机啊，或者他觉得他的环境条件里面阳光不足啊，这些他觉得有难度。可是有人对绿饮食，就是做料理方面有兴趣，就是谈健康饮食，因为其实身心灵的健康是全方位的，还有每一个人的那个，我觉得每个人在感受疗愈力的那个 sensor 是不同的，感知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就是会在绿艺术，特别是我发现过去在他的人生经验当中是非常忙碌，有很多事情是年轻的时候做不到，但是现在退休了，现在时间自由了，可以把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拿来做。那我们在说这些工作当中，尤其在绿艺术的作品当中，你会感受到那种成就感、满足感，然后会让自己退休之后再找回那种有用感，那才会有幸福感。所以这个连结当中有很多，每一个人其实没有最好的配方。我们常常有人问说，孙老师，你这个里面教案好多，你每一本书都提供很多的教案啊，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个觉得最有效然后 CP 值最高的一个？那我常跟他们说，其实 CP 值这件事情呢，可能没有办法用在这里，可是你可以用在一个地方，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你自己最喜欢最适合，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家里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出去，那我可能会让小朋友做种子化，这个我们长辈来做也很好玩。最近有苦瓜嘛，我们可以苦瓜的种子把它洗一洗晒干，然后家里可能会有八角啦，或者是你有在泡咖啡，有一些种子。那我们在那个书上有一个德国贴画，它其实也是可以通对绿艺术哈，对绿艺术，在302页这里有一个绿艺术，就是你只要有卡纸，然后有玻璃纸，家里应该很塑胶袋也没有关系，先来替代。然后有，如果你有广告颜料，好，或者是有一些水彩的颜料，就在那个玻璃纸上面随便乱画一下，然后把它像贴膏药一样贴到你的卡纸上面去，按摩按摩按摩之后撕起来，它就会出现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抽象画。那等这个抽象画干了之后，你就开始把它倒过来，站直立的横着，这样找出一个你喜欢的方向，然后呢就开始作画，就把你刚刚比如说我说家里有一些种子，其实像咖啡它是烘焙过的嘛，那它一颗一颗的这个烘焙过的种子其实是干燥的，然后八角它有香气，我们在卤味的八角，这个都容易取得，然后苦瓜籽是我们直接拿来晒，或是最近有荔枝，吃完也把种子晒一晒，对，然后是你有肉桂棒，这些都可以，或者有绿豆、红豆、黄豆、黑豆，也可以，那就可以开始在上面拿保育溶胶也可以，或者是白胶也可以，然后就可以把这些种子贴上去，就会做了一个这个德国非常德国引进的一个技术，就叫德国贴画。很有趣，很有趣，充满然后等我们疫情过了之后，我们就拿去裱框。哇，这个真的是可以在家里很多可以玩的事情。所以他就是从自然当中，然后找到那个生活美学啦。其实又可以手作，他的确在很多的这个非药物治疗当中是发现他很有效果的，对不对？对，因为米哈里提到的这个心流体验。就是我们常说 DIY 啊，然后体验课程啊，就是心流体验，就是当我们进入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会全神贯注，然后只有整个专心在这个当中，其实它这种体验就是一种最好的然后最优质的一种当下感受。所以其实透过活动啊，透过我们称这些园艺治疗活动，我们会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景观疗愈，就是你到自然里面，到花园里面或到公园里面，你也不用特别想要对自然做什么，就是走在那里，然后去自然的遇见，开启你的五官六感。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
讲的这个教案，就是它属于活动参与型。嗯哼，我们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嗯，所以当你在画那个颜料、选颜料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放下你在这件事情之前可能有些焦虑、有些烦恼。嗯，那你就开始要想颜料哪一色，你现在画什么型，一直到你要等每一次每个阶段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惊喜。嗯，那其实生活当中其实就需要这些惊喜啊，然后带一点好奇啊、探索啦、疗愈的那个机转就会产生。嗯，那老师你这本书啊，因为它其实这个资料非常的丰富了哈，然后有很多的教案，那一般的民众大概是怎么样去使用这本书？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看，有如果你想对教案有兴趣，比如说绿栽培、绿艺术啊、绿饮食这些，就可以从我们第三步讲的全部都是教案。嗯，如果想要认识说为什么园艺可以疗愈，我怎么样去说服我的爸爸妈妈不要每天在家里，我怎么样说服我机构的长辈，或者是我怎么样让我们日照中心的长辈或社区的长辈可以愿意走出去，那就请你去看第一章节里面谈的园艺治疗，其实它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从希腊的时候开始就有医生推荐病人到身心方面疾病的病人到花园里面去走路散步作为一个处方。嗯，好，然后去看说心流体验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那园艺治疗是什么，那这个自己比较理解之后，你可以去会想出哇，原来我生活当中可以有很多小小的改变，我其实就可以达到很贴近生活的疗愈方式。嗯，因为我们会以为疗愈园艺治疗在早期会认为它很花钱。嗯，然后它一定要靠别人。嗯，那感觉这个部分就遥不可及。然后我出这本书就希望让大家看，就从居家开始，然后或者是你是机构的这个照护员，或者是社区的，或是我们自己要照顾那个生病的家人，然后也是可以学习的。对，大家一起，因为其实照顾者跟被照顾者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状态。嗯嗯，那我们怎么样两个一起去做一样的事情，有一个新的话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其实两个人在这个照顾的品质上面都可以提升。嗯，而且老师这个教案都非常丰富，它里面可以做的活动好多对，因为真的非常，这都是我自己从生活当中去体验，然后再去课程当中实际去带过。哦，所以这个你发现说照片里面很特别，它不像过去的那个书都是好像是在摄影棚里面拍的，对对对对，这很自然的，对对，就长辈的时候，就真的他去在课程当中，例如说可以做一些什么香草香包啦，哈，啊，或者是你用那个迷迭，是不是迷迭香可以弄个花圈？嗯，哦，香草精油膏。对，这都是可以手做，还有用叶子去叶拓，可以弄在手提包上面。对，哦，这个还有泰瓜布做圣诞圈。哦，这真的是，它又符合这个有很多的学理在上面，然后又有很多的实际的教案在上面。那如果对于这个园艺治疗蛮有兴趣的，或者是说真的我们需要在现在防疫期间哦，让自己身心灵比较这个平静一点哦，这本书这个蛮好，让大家可以做参考的哦。那像书中老师有提到说，园艺治疗是现在还蛮当红的。那有些听众就很好奇说，我怎么样可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嗯，现在的话，台湾已经有台湾在地没有官方认证，跟台湾有我们在地的大概有三个单位在做，私人的团体在做认证，所以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园艺治疗师培训哦，那可以因为。培训的因为是私人的社团，就是协会或是学会，嗯，所以认证的时数不一样，收费也不一样，然后规定也不同，嗯，那一样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哎呦哪一个最好，我倒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制度跟它的一些课程的内容跟训练的方式，嗯，然后大家找一个自己觉得在观点上是相似的，因为其实园艺治疗它的发展很多都跟人接触，所以我自己觉得园艺治疗让走入园艺治疗这个行业，对我自己来讲是，我觉得是感恩又很幸福，因为它是一个先自助而后助人。嗯，就是你要成为园艺治疗师之前，你一定有被自然疗愈过的经验。嗯，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疗愈的感动，所以你想要成为帮助别人，或是引领别人，或者陪别人一起走入这个自然疗愈的这个领域当中。嗯，所以这份工作就是会不断的进修。嗯，然后你不断的会在
看似在疗愈别人的工作当中，其实自己是最幸福被疗，每一次都被疗愈的那一个人。嗯，而且刚好在现在疫情期间哦，这样子的话题蛮适合大家做参考的。是，那有一些这个蔬菜啊，好栽种，好像因为很多人在家里就会栽种这个蔬菜啦。那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要值得我们提醒，或现在很适合栽种什么样子的蔬菜？哦。如果大家开始种的话，一般台湾就是分春夏季的时候开始，就是春节过后到春天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现在该选什么呢，我觉得你直接就去那个卖菜苗的店哦，直接看当然有什么啊、葱啦哈，然后或者是秋葵啦，嗯，就是如果你在播种子当中比较没有经验，你需要从苗开始，嗯，那你就可以买苗。那种子店你也可以看到哦，原来它的苗大概这样，然后我的空间，比如说你想要种节瓜。嗯，结果这几年台湾自己种都觉得，以前觉得那个是西餐里面的吧，嗯，那台湾现在可以种。那你要知道结瓜大概一个盆子啊，如果你没有腹地的话，嗯，一个盆子大概只能种一颗，嗯，所以我们要先确认，哎，你去那里就可以去取经，然后看到，哎，我想种结瓜哦，结瓜是怎么样，或者我想要种小白菜，我喜欢吃叶菜类，那或者是如果你有棚架，你才能够选择像那个丝瓜啦、卜瓜啦这一类的这样。那它好种吗？有没有一些这个条件？因为有些人家里阳光会直射，有些不会嘛，哈，哦。如果阳光不足，嗯，就比较不能种菜耶。哦，如果阳光不足，可能就只能比较考虑香草类的薄荷啦，或者是要种一些耐阴性的植物，比如说像观赏性的植物，就是烈叶福禄桐啊，嗯嗯，一般我们俗称它叫富贵树，嗯，或者佛手玉啦，嗯嗯，龟背玉啦这一类，或是更迷你更小型，就像白网纹草，嗯，所以听众可以 Google 一下，比如说哎耐阴性室内植物，嗯，就是如果你的地空间呢从阳光洒进来。其实我们常说那个日照多长，大家也有点不太知道我们所谓的三小时六小时是怎么计算，嗯，我是说就很像那投射针要晒在这个地方，哦，不是亮亮就算，哦，要直射，对，要直射在它身上，哦，然后开始算起它的两个小时三小时的话，那它就是半日照，哦，如果可以达到三个小时以上的话，你就可以选在植物类里面哎，是全日照的或是蔬菜类的，嗯，对，所以如果光线不足可以依照它的属性啦，对，要先依照属性，要不然你会觉得自己糟糕，我怎么是黑手指，选什么都会死掉，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应该是就是哎，要先确认我成长所需的条件啦，对，先决定我要种在哪里，嗯，再开始决定我再开始想，那我是可以选择种菜还是可以种香草，哦，然后还是我可以种的是观叶植物，嗯，啊，有人说我好喜欢玫瑰花，哦，那最近我们家花园玫瑰花开得很漂亮，嗯，那你玫瑰花就是需要光线很充足，它跟桂花一样，它一定要光线很充足，它就会持续的一直开花，哦，了解，也要知道一下这个植物啊哈，叶菜的属性啦哈，它也是一种学习耶，哦，在这个疫情期间，其实大家看这一本嘉玲的自然疗愈力，哦，这个是沈瑞玲老师带给我们的最新作品，非常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拜拜，大家平安，谢谢，拜拜，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好，10:51，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哦，之前在台北市的北投区发生一家四口有三人猝死的命案哦，那唯一存活的53岁的女儿发烧，那当时做了 PCR 的检测是阳性确诊，那三名这个死亡的家人哦 PCR 检测也在昨天晚上出炉了哈，三个人都是阳性，所以一家四口全部都是确诊的。好，那这个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也说明，他说这一户人家的家人是从中南部北上啊，那这个高姓老翁跟妻子还有70岁的大儿子都不幸已经死亡了哈，那另外一位53岁的女儿因为有发烧，那她当时送医进行快筛是阳性， PCR 检测也确诊是阳性哈。那这一户人家没有跟外界太多的联系，也没有外出就医哈。好，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因为担心说确诊之后这个不能拖太久才去火化，现在就是如果确诊PCR 是阳性就要做火化了哈。好，那现在因为这几天有
蛮多的案例都是死亡之后确诊是阳性，那是到底是这个要怎么样去研判这样的状态呢？今天在下午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当中，我相信这个媒体记者应该也蛮关心这个议题的，因为最近这些案例真的是越来越多，就是死亡之后去采检才发现是阳性。好，那到底是因为这个疫情而死亡，还是他其他有疾病，这个就是都要详研之后才会知道。那总而言之，因为现在的这个讯息哦，随时随地都有很多的这个最新状况出来，那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都还是保持身心的这种健康哦，然后呢这个找到生活当中可以让我们比较充满正能量的方法。因为这个628也不知道能不能够之后解封变成二级，好，如果不行还是三级的话，持续降下去，因为现在已经要进入了第四个礼拜了，那开始就很多人有些情绪上面的波动或不耐，好，那希望大家都互相帮助，这个互相的鼓励，好，希望我们一起能够撑过去这个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下一个小时请锁定邱明玉小玉的 Pop 抢先报，那明天再见咯，拜拜。